即可使用360度旋转电源线，无论哪个角度都是顺手的。负离子护发技术，顺直一梳到底。直发梳正确使用方法是由内往外梳，梳齿朝外，让头发尽量贴合梳子底部，缓缓下拉，效果更赞。这款直发梳不伤发，抚平毛躁，不担心烫伤头皮。